而且今天我听说您还给于老师带礼物了，是吗？对对对对。来上，万紫千红总是春，太棒了。万紫千红总是春啊。这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啊，您好像也画点，于老师是吗？哎呦，您现在也画画吧？应该好好展示一下。嗯，于老师的画和画的真好，主要是花卉。我送给您那幅画的时候，我刚学了3个月。太棒！哎呀，特别好。李老师年是八，那年您是80岁吧？对对对对。您过生日那次。对对对。嗯。我都看得我记得了。后来送你一张画，送了一个牡丹。后来他们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小鸟画太棒了，太传神。”我说：“就这小鸟不是我画的，是我们老师给添的。老师给添的。”恭喜老师啊！在您的印象中，于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两句话：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从艺。谢谢。哎呀。就是跟您学的，这给您这个评价也太高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学的真的，没有这两条，谁也延续不下来。